12号，十二号也是武汉。跟自己居还是自己一个人居呢？我一个人，我两个娃，两个娃早就结婚了，他们有一生外甥都有了。但是我居的是个原来的老房子，我居的砖房还砖房多的呢，我都走去了。你看我的是个么个状况呢？我是离婚了的。哦。哎，我就是有个姑娘已经成家了。姑娘成家，姑娘好大了。我姑娘31岁啊。有那。我外甥都5岁啊。我外甥都5岁了啊。哎，我怎么一个人？那你要是退休的什么玩意？我退休了，我拿3000。我多得紧，你他拿3000呢？你呢？我拿3500呢，多不得紧，然后。那还是离婚去。你要跟摸完房子是套房？我有2套房子。哦，2套房子。我有一套租了这个来，一套自己在住。哦，那。哎，在我自己地方还在租，还在开花店。